chào. Chú chào chú. Chú chào. This this one BG. Kana. This one cabbage. Coli chai. This one. 今天老那皮皮诺。好，没有拍相，拍相。这是什么？凉拌黄瓜。凉拌的，好吃。哎、嗯，这挺香的，挺好吃的。嗯。放了一点小米辣。好吃。妈妈最爱了。嗯。再吃一个。这大白菜炒的真的是。什么？然后就自己心里在加哈。嗯。哎呦，这家伙。一堆人，躲起来了。八一开始杀掉。全部躲起来了，对。他今天哎妈，他不是强行哦，就叫老板好干，我们就解散吧。没有人。没有人，今天根本就没有人去买，去买买东西。哎，你东西太多了，没有。比较近。我们那边很多人呢。哎，这边很多人，刘先生。嗯。小姐姐去买了酒的地方。酒都卖完了，我要买老虎。那是这个。为什么你这样执着一个老虎呢？哈哈哈哈哈。46、48那边，这个也差不多是。有，他去买这个一箱，而且还去买三罐那个，呵呵，知道吗？白色是什么？嗯。嗯。我以为是大蒜。大蒜也叫大力哦。嗯。这种时候我就觉得还是反而农村好待一点。嗯，家常便饭呢？不是，春天农村这种哪里不能去？是在家里面拿村子里走走去，没有人说。那城里就不可以，就那么点地方。去做农活哈，还有个运动。你要照片发给阿琼，我发给我妈妈。妈，我煮到煮了点香菜了。还有成就感。嗯。那我家里平常都是我妈这样煮的，煮成的那种。Berry 花。卤梅菜。他们比较甜的。卤。跟卤猪。妈，那你吃过的是怎样的？那种酸的还是甜的？梅菜吧，我觉得是甜的。酸辣，酸辣，梅菜，跟我妈一样想吃酸辣，酸辣很好吃，还有，嗯，哎，你有吃过我妈煮的吗？有，过年的时候喝了一点酒，冒枕身汗，热吗？热吗？然后我也觉得是，我刚小流汗了。你有开工扇，你看到开工扇没？哇，脸真的红掉了。好好吃。哎呦，是这样，都会了喂。